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妮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这个街斗都市阿尔法。下载更新500多兆，这是更新了什么东西？血压中，加载中，切块开头，咱们来胜者为王吧，开始。看啊，兴盛吧，即将刷新，有没有啊？4、3、2、1，即将刷新。2、1，那这回是没有我了。上面没有我，都是我强了。嗯，这个出门，走吧。地上，哎呀，这地方让我落碎了。前方有敌人，准备作战。哎，这地方这么慌了吗？对呀。去队长休息吧。我好像听到了枪声。这落的人挺多，但有一个挂机的。那个盒子是听到了枪，已经是发生了战斗了。村里的妈死了一个，从这座特殊大楼看下去。楼梯能不能上滑？前方有敌人，准备作战。还没结束。让队长休息吧。我好像听到了枪声。去队长休息吧。不止一个敌人。嗯，他是两个机器人。他们还是用慢冲吧，三连发。我把他打飞了。可以的，去队长休息吧。先离近点来打，
捡漏成功。那我又在圈里。那别动你了。不行。这兵哥还能。让你到后边。这里没人了。哎，这个是为了自己。那这个什么位置？那是轰炸区。这还挺有礼貌呢，挺累。开车，走啊！不行，我要尽快找到掩体。找到掩体，不行，我要尽快找到掩体。好像听到了枪声，好疼，我可以的。好疼，好疼，别想着我要死，今天就这样吧。或者听到了，我还受到了攻击。那你打我，真真真啊！好像听到了枪声，你眼睛就瞄准他，不行，我要尽快找到掩体。
用枪手，不可以的，不行，你要尽快找到掩体。等级发动后攻击的人不会获胜。谢谢广大剪辑小腻，拍摄小腻，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收藏投币。